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巨型纳库巨大一击。他不敢打我耶，还被你击中，被打碎了！被这些小怪打碎，真的蛮蠢。让开，让开！穿透他的防护罩打中他，哦，意外的有威胁性的几只。是那边啦，是你啦。优先注意那一只丢大的那个水晶的就可以了。两只耶，哎呀呀，想到下去直接杀失败了。不过这样的话等一下可以开一个震荡波，站太紧了，是。都忘记，都忽略的话，还会用那个闪现。
哈哈哈哈，超强的大嘴！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死掉！ 打的，不会重来吧？好险没有。 等他没有光的时候才可以打，邪恶的笑声，让我一发把他们轰下来，这样邪恶一下，撞。 三只，准备爆了！你怎么炸完爆了？反正碰到每个关卡我都会爆，就对了。这样子翻上来，好险好险！ 差完比较严重，又是三只。 他身为男人的第七感，原来如此。不是应该是第六感吗？
直接下去。哎，什么？刚刚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我连出两拳就死两只？没有那么小吗？是他，哇！要从这边，其实用走路的话就躲得掉他，根本就没有这么需要特殊的方式躲。啊啊啊！搞什么？走行了吧？可恶，要逼我开打！今天这些守护者都不打我了。好吧，看来我得想办法打赢那两只才行，不然倚靠大绝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没死？太难了啦！开一个，直接用大绝破关。
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、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